可以看懂嘛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要把一个东西把它切，不过好像这一行如果拿掉的话会不会 OK？ 好像这一行也没有，没关系。我印象中好像，因为它直接切完之后直接倒进去就好了，所以直接执行看一下，哎，也 OK， 有没有？所以这个没有没关系，啊，因为它不用先预先一个空的啦。Python 有个特性哦，就是你第一次被丢进来是什么东西，这个变数就是什么样的形态，就放什么东西进去就对了。OK， 所以第一行没有没关系哈，所以我有时候会试试看，哎，能不能让某一行不见，会不会影响程式？啊，你们也可以啦，就是说有些东西哦，说真的，我也没有每个地方都巨细靡遗的每个地方都试过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有自己的一些不同看法，没关系，好，欢迎各位哈，把程式再改一改。啊，如果说将来你有改一些心得，欢迎你可以告诉我，没关系，啊，因为我发现哈，每个同学真的。每个人想的都不一样，所以有些地方哦，反而我后来改程式，本来教材是这样写，后来我也有改修正，因为有同学会 feedback 给我一些东西，哎，我觉得对你这个想法很好，哎，给我一些还有一些多增加的东西，哦 ，OK， 让程式变得更简单嘛，哦，好啊，再来的话呢，我们必须怎么样？再来有一个 scope 了，它已经放串列，所以我们不用像刚刚一样嘛，一个慢慢输入。但问题我需要知道里面有几个学生的成绩，他总分多少，平均多少，最高分最低分，那因为刚刚写过了嘛，所以你只要怎么样把刚刚的这个成绩里面从哪里呢，坏回圈的下面这个 print 有没有，诶 print 总共有几个嘛，然后把这些全部复制贴上到哪里呢，贴到我们刚刚的这个 scope 下方，贴上去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就不用了，因为 print 我刚刚这个只是说我要知道里面有哪些东西，所以把它注解掉，按个 Ctrl 加斜线。那再来的话，我就把它执行了。其实理论上应该就会成功了，不过会有个地方会卡住，哪个地方呢？啊，猜得出来吗？我刚刚有提示哦，因为它里面放的是文字，有没有？文字你可以放单引号也可以放双引号了，哦，那文字呢，如果你要加总的话，他一定会告诉你什么，哎，你要叫我帮你加总，可是你却给我一个文字，我怎么没办法帮你加，哎，对，因为你不可能说98，虽然我们看可以，人可以看懂，但是电脑看不懂，他看到这个，哎，98的文字，他如果要加他，因为文字没办法加减乘除啦，除非怎么样你把它转型，哦，OK， 所以，哦，会出现什么状况呢，执行看一下，他马上应该会出一个 bug， 哎，跟你讲说，哦，哪一行呢？哦，这一行错了，而且他跟你讲说，哦 ，type L，type 就形态，你的资料形态错了，哦，我没有 unsupport， 就是我没有支援这个哈，哦，你给我一个那个什么呢？一个文字，那我没有办法帮你加总，所以呢，他还提示你说，你要不要考虑哈，哦，加一些 int 啊，帮你转型之类的。OK， 所以意思是说，如果你用 sum 的话，你这里面要全部转。那你想说，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啊 ？int 直接把这个什么这个 scope 把它转，啊，哦，哎，想好像可以，但实际上可不可以呢？实际上哈，哦，它不支援，它会跟你讲说哈，哎，它这个这一串意思是说，你给我什么一个 list 哈，哦。它就是有很多个资料，但 int 它只能转一次的，所以特别注意哦。你如果说呢哈，你要把它转型的话，它只支援什么？里面只有一个的时候，不能有八个的时候，那怎么办？这个时候你可能哈，就是要利用什么？这个地方啊，你可能就不能用这个方法。那你要什么方法？用上面这个方法 ，for 回圈，变成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要把它一个一个的取出来，比如说我先取出什么 98， 然后把它转型之后累加，所以呢不要这个哦，你用刚刚这个啊，再把这个外面加一个 int， 前括弧加一个后括弧，你变成说呢，你必须要把这个 scope 里面的东西一个一个的取出来，一个一个的转，一个一个累加才有办法哦。 OK， 应该懂的意思吧，要不然就是说你一个一个取出来，然后把它转型再存回去，
转型再存回去也可以啦，只是说你转型再存回去好像比较快，干脆你就累加完就好了。所以我就把它取出来之后，然后把它累加 OK 好、哦、啊，这样的话应该没问题。那执行给各位看，应该执行，这样应该 OK 了。所以刚刚那个假设要把程式放进来的话，特别注意哦，会卡在这个上，所以变成要一个一个的怎么样把它做读取，然后转型，这样才会成功。OK 哈，最高分最低分应该也没问题了。好，那这里的话哈，我们就是把那个外部的档案哈读进来之后哈，然后再算它的最高分，好啊，不把它再读进来，然后把相关的东西再把它显示出来。那再来的话呢哈，其他的话还有就是说读取那个会员资料，那当然下一个我们要也是读档。可是读的档哈会相对比较复杂，这个档案的话哈，我是放在云端上面，所以请各位呢一样开启那个我们的云端白板里面，好，云端白板里面的话呢哈，会有一个档案叫 member.tst， OK， 这个档里面的话 ，member 顾名思义会员资料，那会员资料里面的话哈，打开它，点两下哈。那这个地方的话里面总共会有一个栏位名称然后呢总共会有1234五个栏位里面的话总共有50个会员。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把这个资料齁、哦、读到 Python 里面的话，诶该怎么做齁、哦、首先第一个待会请各位就 member 打开来，然后呢这边有个档案下载，特别注意齁、哦，因为比较简单的哈、哦，是用 TST 啦，所以请各位待会哈、哦，帮我把那个 member.tst 下载格式的地方，请你选择纯文字就好。那我希望呢，如果这个档案我有没有办法把它开起来，然后在那个我们 Python 里面呢再读取啊、哦，做一些练习，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、哦。如果未来呢，我的档案外部档案呢，如果我要把它一样读到 Python 里面。做后续的应用的话，那该怎么做、哦、比如说呢我将来当然读进来之后，其实也刚刚有提过了、哦、最后一般会先把它存到资料库里面去、哦、所以后面的话、哦、我想我们一样读档，然后呢写档就写到资料库里面，就把资料倒到资料库里面、哦、OK啊、如果今天至少你有 touch 到资料库的话、哦、我觉得至少你离那个 AI 呢的距离、哦、相对的呢也会更接近一些些，因为未来 AI、哦、处处也都有 database、哦、资料库部分，因为如果没有资料库的话很多事情应该没办法做、哦、可是坊间的书籍、哦、甚至有些时候都没有特别提到资料库、哦、如果你学一个程式没有学到资料库、哦，感觉好像只有学一半 OK、哦、所以请各位试一下、哦、怎么样、开档，那开完档之后呢怎么样再结合刚刚的部分、哦、算出它的总分平均最高最低，不过这个加总的地方、哦、若用上函数、哦、它不支援自串，所以你必须要转，要不就用累加，要不就是说如果你一定要上的话，你可以把里面的形态全部转完之后再来累加齁。